久违的台桥 Vlog， 今天我跟三个其他的 YouTuber 出来参加一个安奈晒的记者会，有我最爱的 Julia， 那我们就来看看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吧 ，Go！那这一次的发表会呢，主要就是安奈晒2019的广告曲 Summertime， 然后是由画面现在看到女生 Riri， 然后还有饶舌歌手的男生 Keju 所演唱的。大家好，我是 Riri， 我是 Keju， 一直开心吧。我自己平常呢，其实是不太听饶舌歌曲的，不过这次的曲风我觉得还蛮 chill， 自己个人觉得蛮喜欢的。哦，我最爱的 Julia 出现啦！ Julia 唱歌真的超好听，然后我觉得 Riri 唱歌也很不错，她声音蛮高，然后又蛮清亮，我觉得有点像那个亚洲版的 Ariana Grande 的感觉。然后这次是由 Julia mix 一个中文版当做台湾的版本，好吗？好，我们待。OK，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访问的时间了。那这就是大概整个前面发表会的过程咯。那如果你们想看更多这一场发表会的画面，然后还有一些我们采访 Julia 还有 Riri 的画面的话，我会放在这一支 Vlog 的最后，然后大家可以过去看一下。我们已经看完采访了，然后现在在等，等一下要跟那个刚刚的三位进行一个不知道什么联访之类的，可能会聊个天，所以我们现在在吃东西。是炫的，我刚刚已经有在那个炫的影片里面出现了，这应该是，哎，这是你应该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影片里面吗？对耶，因为之前有跟鲍勃拍一次，他应该还没剪好，鲍勃赶快剪完哦。好，那我这部我先赶快剪，然后我来求他一下好了。对对，鲍勃。剪片。好，那除了今天邀请我来的那个炫之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新朋友。皆さんこんにちは，大家好，我是三ちゃん，三ちゃんです。Yeah. 然后 YouTuber 的好处就是可以跟不同的正妹出来碰面，自肥一下。我们列入正妹，正妹系列。韦恩。接下来理论上我们要开始进行 KOL 联访的阶段，我也蛮好奇，等一下会干嘛的。刚体验完那个有点微妙的 KOL 联访，其实人家其他 IG 网美都是你知道拍拍照就结束了，我们还硬尬了几个影片的问题，是蛮屌的。然后现在我们四个人要去喝咖啡，来个 YouTuber 的聚会，有炫，有撒酱，还有伊库老师，耶，自嗨一下，不然好干。我第一次跟伊库老师见面，伊库老师看起来已经很累了，在休息当中。哎，好调皮，好调皮的老师哦。咖啡喽！刚伊库老师还遇到他的粉丝，看起来很害羞。我们现在要去找个地方，可能拍个片聊聊天吧。Go！ 拍一发。对啊。应该录了。没有，就是一个侧录而已。超早。一杠。对呀，进步多次。声音好厉害耶！耶。好厉害哦，真的很有绘画天赋，好可爱哦，yeah. 好可爱哦。Yeah. 要 YouTube 要拍什么什么？拍什么东西，或者是画画？我在干嘛？有时候是这样，好笑哦。说。伊
因为我们是旅游的 YouTuber 嘛，所以我们拍的东西通常都是有比较有计划，然后目的性比较明确的。然后今天就是见识到这种比较可能生活性啊，或者是以个人为主题的 YouTuber， 他们的东西还蛮随性的。像那个刚刚衣服老师就翻出一本他的灵感笔记本，然后里面就有记载一些可以拍的主题，所以我们就很随性的在台大这边找了一个小空地，然后就准备要来拍一些内容。我觉得今天也让我学到蛮多不一样的 YouTuber 他们做事情的方法，真的是蛮令人敬佩。而且你们看衣服老师竟然很专业，他连脚架都有带，超强。刚录完伊库老师的影片，然后接下来要来拍撒酱的影片喽。我觉得 YouTuber 都好活跃哦，这一集可能会剪得很困扰。我们刚刚就这样很随性的拍了两部影片，算是我们这种旅游型的 YouTuber 比较少尝试的方法。我觉得我这集。我讲话的部分观众都不会听，因为他们只会看到背景有人一直在动来动去。我看我回家再录好了，没关系啊，算了，就这样。这就是 YouTuber 拍封面的奇怪的方式。好多表情，哇，很多表情。Look at this. Look at this. Look at this.我觉得他们真的蛮强的，我应该等一下摆出大概两个表情吧。我觉得伊库老师啊，跟我还有爸爸一样，就是都蛮有效率的。我们刚刚在那个走路。要回去的期间，然后伊库老师很神奇的又拉着我们，就是三个很奇妙的，就像这样边走边拍了一个，就是台湾跟日本人常用的就是口头禅，觉得这点让我蛮佩服的，就是跟我跟爸爸一样，我们每次都是尽量用那个最大效率，然后去拍影片。今天真的是学到了很多的一天啊！我们已经拍完片了，现在在一起走路回。捷运站的路上喽。好，那我们刚刚呢，三个人已经很开心的合拍了不同的主题，包含了伊库，比不到伊库老师的，我们不喜欢的日本，对，还有撒酱的，那个去日本破灭的事情，还有炫的，就是公仔衣。对，比较特别的一个主题啦。对，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各自我们大家各自的频道看看，然后也要记得给我们订阅，然后还有按小铃铛哦。今天很开心可以跟大家见面，然后先这样喽，拜拜。拜拜。嗨，这个是YouTuber， 好きな YouTuber さんいますか？有喜欢的 YouTuber 吗？あんまり見てないですね。YouTuber。Do you usually watch YouTub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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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tch a lot of like American YouTubers. 我会看很多美国的 YouTuber， 然后他们彩妆师啊那种，对，我会看他们边聊天边化妆。因为我之前有看过你跟那个异乡人一起合作。啊，对，对对对，异乡人也很棒。Tell me a joke. Yeah, it's one of my friends. He's a YouTuber, and he has a part. He does jokes, and he just says, "Tell me a joke," and he tells a joke. Yeah, I'll tell you later. Sorry, 不好意思，是。那我想问 Lily 有没有喝过台湾的珍珠奶茶？飲みました昨日。昨日スタッフさんが持ってきてくれて、メイクアップ中に飲んだんですけど、すごい美味しかったです。結構カップもね大きくて、なんかこうたくさん飲める味わえる感じだったので、はい、すごく良かったです。マンゴーのタピオカのやつもあって、
それをね、本当に飲んでみたいなって思うんです、今度は。はい、そうですね。なんかさっきインタビューで、なんか刺激が受けたのは何でしょう。台湾に初めて来た。まあ、今回はその本当にショートなあのそうですね台湾なので、まあ、あれなんですけど、昨日はやっぱりジュリアさんと夜市に行ってきて、そこですごくこう日本にはない食べ物ももちろんたくさんあるし、そのなんていうの、まあ、街並みも全然違うし、なんていうのかな、うん。臭豆腐食べました。臭豆腐食べなかった。匂いは。でも匂いはあこれかなっていう、もうこれもしかして臭豆腐かなっていう感じのすごいあって、うん、もう、ね、いつかちょっとチャレンジしてみたいですね。ね、そうですね。歌がめちゃめちゃ苦手なんですけど、どうしたらいいと思いますか。歌ですか。恐ろしく音痴。多分音痴。そうだな。優しい。どうしたらいいのかな、わかんない。しっかり練習しろっちゅう。でも絶対練習したらできるので、もう全然そんなもん自信なくさないでください。頑張ります。最高。あの足めっちゃ綺麗です。いいそのそのすごいスタイルがいい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バイ。